现在侯建宇夫妇在我们诊所金山南路段121号，然后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时候在时间可以永聚在一起。哎，侯兄，你就真的有看到很高兴又回到台湾。不过台湾确实是一个好地方，那个我很想移民到这边来。OK。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，要回国了，然后不是移民了，你们是移民出去了，我移民出去再移民回来。哦、OK， 那因为台湾交通方便，这个吃的住的什么都很不错。Yeah. 跟我们跟我们同学说新年快乐，对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好 ，OK。